欢迎收看《亚洲奇王》，我是曾英杰。台北股市现货以及十月期指，因为呢受到昨天呢美国股市大涨的影响，今天跳空开高，开高之后呢，它出现一个先拉，然后呢再往下压的盘势。那么今天这个行情呢，曾老师呢提前在11:30呢来摄影棚录影。此时此刻的十月期指还没收盘，我们来看一下哦，今天的整个十月期指。受到美国股市大涨的影响，它出现了一个开高之后，先往上拉，接着再往下压，出现这样一个行情。那么在这样的行情里面，为什么今天曾老师要提前在11:30来录影？因为在10:30以前，我们就已经打完收工，而且打了一场漂亮的大胜仗。我说做棋子啊，没有必要做5个小时，你怎么样让你的资金有效率的运用？那当然操作你这样就一定要很精准啊。那话说回来啦，很多投资者已经问曾老师一件事情，老师啊，啊倒带上面有做准这个问题，我们今天来探讨一下。其实我们今天要做两件事情，哪两件事情？我们来讨论两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到底操作期货什么叫做精准，这第一件事情。那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？我们来讨论一下哦，操作期指真的有必要每天在那边冲来冲去，然后每天做5个小时吗？这两件事情我想要跟投资朋友好好来做一下分享，做一下讨论。首先我们先进入第一个主题哦。第一个主题是什么？来，什么叫做准？何谓精准？何谓精准？那么曾老师的定义请你看一下哦。曾老师对于精准这两个字的定义是这样的哦，在期指每天开盘的时候，也就是在8:45一开盘，如果要称为精准的话，你必须要在8:45一开盘就已经看对盘势。那到底世界上有没有人能做到这件事情？有没有？我会证明给各位看。那么在台面上呢，其实很多人呢在讲解这个期货，我也知道。可是你要去分哦，到底什么样的人才叫做操盘手，什么样的人叫做解盘师？操盘手跟解盘师差很多，为什么？你来看一下哦。我说操盘手啊跟解盘师啊，它的差别真的很大。有多大？我们来看一下，真正一个专业的操盘手，一个利落的操盘手啊，他必须要在开盘5分钟内，第一个他要看懂盘势，一定要看懂盘势，你才有办法赚到钱。5分钟内看懂盘势之后，而且更重要就是这一件事情，一定要很明确的告诉会员来出手操作，一定要很明确的告诉会员发扣讯通知他们来出手操作，这个就是操盘手。那什么叫解盘师？要等8:45开盘到1:45，足足5个小时过后，他才看懂今天的盘势，他才看得懂今天的行情，然后在那边事后诸葛，完全不敢叫会员实战操作的，这种就叫做解盘师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曾老师呢，到底是不是精准的操盘手？直接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操作。为什么在今天早上？各位，你先看一下侧标，今天提早收工，欢乐超过200点，为什么一模一样的行情，有人可以提早收工？而且它的欢乐点数竟然超过200点，这到底怎么来的？直接带到我们的操作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哦。8:48，各位，我刚刚讲了什么事情？何谓精准？8:45一开盘就已经看对盘势。那我刚刚又讲了什么？什么叫做操盘手？什么叫做操盘手？5分钟内看懂盘势，并且明确的出手操作。你来看一下，这个是在今天早上8:48我发给会员的讯息，请你仔细看哦。期指目前在8999附近，直接干什么？直接试价做多。这个是8:48的call讯哦，这个是8:48的call讯哦，全体会员通通都有。期指目前在8999附近，直接试价做多。各位，这是不是叫5分钟内看懂盘势，并且明确 出手操作？跟我们来看一下哦，行家一出手，便知有没有。今天8:48出手第一笔。我们请会员呢在8999多单进场，这个不管是市价或者是你挂在那边等等8999，全部都会成交。来，我们来对价对时，8:54，各位看到什么？8998，代表什么意思？你是市价也好，你是定价也罢，全部通通可以成交。那接我们来看一下哦，早盘这一段行情，它开盘开在8997，它是不是直接最高冲到多少？9039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今天早上的第一段行情嘛，那接着再往下杀一段行情嘛，今天总共就2段行情嘛，
先拉后杀这两段行情嘛。我们早盘是不是先做多？来，各位，这个没有什么厉害，是厉害在什么地方？厉害就厉害在曾老师的仙人指路，你看完你绝对不要吓一跳。为什么曾老师今天的仙人指路你看完不要吓一跳？因为在同样的在今天早上一开盘，各位来过来，何谓精准？一开盘就要看对行情。在今天早上一开盘8:46，请你张大你的眼睛来看，当冲的压力，各位看完有没有吓破胆？当冲的压力它叫9039附近，当冲的压力它叫9039附近，是多单停利的一个参考点。各位，这是8:46我们全体会员的讯息啊，当冲的压力刚刚好就在今天的高点9039，不偏不倚的命中今天早上9039那个点位最高点，在这里，来，就这里。什么时候告诉会员的？8:46，全体会员你都知道这个讯息，你一定收得到这个讯息。如果你不知道这个讯息的话，我全部都负责到底，我完全负责到底。我们在8:54，请你仔细看哦，各位刚刚有没有看到？8:54，会员呢？全体会员呢？在8999多单进场，对不对？来，各位你来看哦，进场之后，对不对？竟然在9:02，就刚刚好出现今天的高点，它叫9039，这只有几分钟的时间。8:54，如果你按照定价下去做的话，来到9:02，足足8分钟的时间。各位，请你仔细看哦，什么叫做利落的操作？足足只有8分钟的时间，只有8分钟的时间，你知道我们的家族成员从8999的多单，来到9039的压力出场，两口单一共涨了80点，两口单一共涨了80点，这只有多久的时间？8分钟。也就是说，1分钟就有10点，每分钟它就是10点，8分钟它刚好就是80点。各位，操作棋子这样啊，我认为它还叫做精准。为什么？买的漂亮，出的漂亮啊！啊，这哪不准是下面两口就准？各位，事情结束了没？还没结束哦。既然呢这边是高点，我请会员在这个高点地区出，我同一个时间在8:46，来，各位。今天的高点预判，你看完也不要吓破胆哦。今天的高点预判，你看下面这里9039上下两点。今天的高点预判9039上下两点，请预挂，干什么？来做空。8:46，各位，你手头上有软体的，来看一下哦。你手头上有在使用操盘软体的，在8:46，我们这套系统的用户，仙人指路的系统用户，早就已经预挂9039上下两点空单进场。证据在这里，给我看一下，8:46，今天的高点预判9039上下两点，有没有预挂干什么？做空。这是在8:46，我们拥有这一套系统的仙人指路系统用户早就已经预挂9039上下两点空单进场。那么请问你的软体做得到吗？我做一个真正合格的软体啊。来，各位，这一张字卡你不知道看过几遍了，程式交易不是只有简简单单这边什么红买绿卖嘎干单，真正的专业操盘软体，你要做到一件事情，它叫做精算转折。而且什么时候就要精算出来？在8:40一开盘。各位，我们的软体有没有办法做到？来，证据在这里，再看一下8:46，当冲的压力在多少？9039附近是多单停利的参考点。我们的会员进场八分钟之后，我们的家族成员进场八分钟之后，8999做多，八分钟之后9039出掉80点，共计涨80点。接着这套系统算出来的压力点，我们的系统又再进场去做空9039，做空，做完空单之后，接着你再往下看，我们今天这个空单啊，家族成员你会补在哪里？来，接下来仔细看8:46，各位刚刚看到当冲的压力是不是在9039附近？那支撑呢？8968附近，8968附近，在8:46，请你仔细看哦，全体会员的讯息有哪一个没收到？我负责到底。当冲的压力9039，来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给会员的支撑，它叫8968。我说，如果你今天有这样的call讯啊，你有什么理由不会赢？在8:46，你就知道今天这里是压力，你这里会不会去知道需要去做空？你当然会知道啊。那来到这里补掉，这有没有价差？这当然有价差。有这样的call讯，你有什么理由不会赢？而且这个call讯绝对不是事后发给会员的，都是在今天一开盘啊，各位，九分钟的时间。几分钟的时间，接着你来看一下这一笔压力点的空单，我们在10:15，请你仔细看哦。我们今天很早就下课了哦，10:15，将近10:16，今天不再动作，提早收工下课，
系统用户9039压力点的空单，各位，我是不是请他们在支撑点附近做一个出场的动作？于8968附近试驾，来做一个出清的动作，并且保持空手。祝各位连续假期快乐！我们先来对价对时哦，这个是大概10:16的时候，来这边，10:16的时候，会员收到call讯，我们在这个地方放空。来，各位，我们请会员呢在8968附近做一个怎么样出清的一个动作，我们来对价对时哦。来8:17，一分钟嘛，你不但会补得很漂亮，而且会补在哪里？这边导播请拉近，一分钟后你用市价去回补的话，你会补在这个价位附近，它叫8958附近，它叫8958附近。各位，那我们来算一下哦，今天从开盘到10:15，它刚刚好是一个半小时的时间，我们早盘的讯息叫会员8999做多，来到压力点出场，是不是涨了80点？对吧？各位会算吧，一口单它40点，两口单就是80点，对不对？9039我们的系统用户进场，在这个压力点去放空，市价在10:16:17那边出场，会出在8958两口，是不是跌了162点？我说今天的行情，你有必须要在那边穷来穷去吗？你光是这一个半小时的时间，你就有242点的机会。各位，我问你，如果在今天行情里面，你跟着我们操作，来到了10:15，口袋里多了240点出来，你后面还有必要做吗？刚我需要底下走，我说那个会做到收盘的人啊，那个90%以上啊，第一个贪赌成性，没博爱戏的人；第二种人，输了钱不甘心，拼命在那边拼，弄来弄去。各位，我说后面的行情还有必要做吗？如果你今天有本事在10:15，注意听哦，你今天有本事在10:15先做一笔多单上去，来到压力出掉，压力放空，来到8958出掉。你如果在这10:15之前，你就有这两趟机会，你后面的行情你还有必要做吗？哎，240点呢，还是多少钱？48000呢？各位，它叫48000呢，你说后面的行情还有必要做吗？后面行情老实说了，是涨是跌啊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但是我知道我们的家族成员今天光这两趟。一个半小时时间就240点。那么我请问各位哦，操作期货什么样叫有效率？一个半小时，速战速决，兵贵神速，速战速决，你就240点。来，各位，怎么样叫有效率？你要找到方法嘛，你要用对工具嘛。如果你用对方法，用对工具，你根本不需要每天呢冲来冲去，然后搞得自己遍体鳞伤。什么叫用对方法？来，各位，这个点位这边请导播拉近，它叫89039。各位，什么叫做用对方法？8:46你就知道这个资讯，你有什么不会做？有这样call讯，你有什么理由不会赢？来，8939再照近一点，在这里，那9039了，对不起，9039在这里。那你用对工具，来这边，你用对工具，你在今天早上8:46你就知道这个点位，你在这个地方来放空，它叫9039，怎么会没有钱赚？各位，那你每天在那边搞个5-4个小时，赢都赢个5-10点，然后错一笔的时候就赔20-30点。很多投资朋友做单的方式，输到会怕，我知道，赢就赢个5-10点，然后当然呢，你有可能每趟对吗？那不可能嘛，你错一趟错个20-30点，你就要对3趟来补。啊，你这样走干袂伤忝，啊是要赢到当时。但是如果你跟着我们来做，各位，一个半小时的时间，你有这些重要的资讯，这些重要的点位，光这个点位，一个半小时240点，你后面的行情还有必要做什么单啊？各位，还有必要做什么单啊？当然，我们还是强调一下，所有的专业操作分析仅指分析指数涨跌点数，并非论述操作绩效点数。法令规范我们分析专业操作，绝非保证确可获利。金融市场风险报酬共存，过去绩效不代表未来绩效。我说啊，接下来啊，各位麻烦你去比较一下，今天是礼拜四，接下来连续假期，双十节嘛，有连续3天的假期，麻烦你去看遍全投顾界所有的电视台，有在操作期指的老师，有哪一个老师在今天礼拜四，大家要连续假期的前一天，
一个半小时的时间，各位做当冲哦，240点，一个半小时240点，你去找这样的人出来。如果你真的找到的话，你放心的去跟着他操作，我绝对赞成你去跟着他操作。但是我相信这3天连续假期看下来，你绝对找不到一个老师，一个半小时的时间240点，一个半小时的时间240点，你说后面行情我干嘛做？我干嘛做？所以哦，各位好好去看一下哦，看完3天，如果你真的找不到的话，来庆祝双十国庆双重活动，任君挑选，打开花一点哦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是什么样活动。首先，你真的想体验看看的，你想要试试看的，一试就灵的，我说我们有个短天期当冲班，一路到11月15号，这活动之一。你想要跟我久一点的，我说一路到年底，就是要发发，就是要发发。这个时间就是到年底，你扎一缸，你就给一缸，让你划算又满意。而且更重要一件事情哦，我们这个要发发活动，以及这个呢短天期当冲班一试就灵这个活动，仔细听了，这一次连续假期，我还要额外送你2样东西，齐全的教学光碟4片在这里，我录制的，你不会做单，你要哪做哪料哎，我来教你，用光碟来教你，回去这里面有4片，好好看过，好好全部把它看过。来，这个就是这个。另外，对选择权想了解的，我有做一本书，这一本书很久以前，各位你都看过，基本册现在还有库存，大概我算了一下，还有10-20套，之前有送几套出去啊？之前说要送20套出去嘛，现在真的是已经剩不多了。利用这3天，你不管你参加哪一个活动，来，准备气化买啊，我马上和你一试就灵活动，要发发活动也送给你。都送给你，送完为止。我打算把这些库存呢，全部可以清空。因此，利用这个周末假期呢，连续3天，第一个去比较一下其他老师的做单方式，然后呢，再看看曾老师的做单方式。曾老师今天的做单方式很利落。什么叫利落？点半钟的时间240点，点半钟的时间240点。欢迎你去比稿，比较完毕之后，好好的想清楚啊，你真的下一步动作到底该做什么事情啊？我们休息一下。老板，帮我打气，加油！不是啊，老板，打气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要补胎啦，补好胎了，我是破牙哥布，你累了吗？宝利达蛮牛，精力充沛，宝利达蛮牛，喝小玉让您万事都如意，包进笼来哦。超越大盘，领先市场，挑战自我，掌握行情。市场的常胜军亚洲投顾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，坚强的研究团队，准确的多空操作，稳健的获利绩效，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。亚洲投顾带您迈向不同高度，开启非凡人生。您财富的管理专家，亚洲投顾，亚洲投顾，珍惜所托，真情照顾。咨询电话02-2578-3777，2578-3777。在科建学美语，就像在美国一样自然流利。我们都在科建美语。齐王团队期货操作给您3大承诺：一、每日一定出手；2、市价进出一定成交；3、停损停利严守纪律。我们拥有一套快狠准操盘系统，帮助投资人快速累积财富。快，多空立判机不可失；狠，顺势加码推升获益；准，停利停损确保不失。战胜期货，选就选最好的齐王团队，请拨02-2578-3777，2578-3777。每样都想吃哎，怎么办？啊，快去贵族世家！哇，怎么可以这么划算呢？幸福就在这一刻。贵族世家，超越大盘，领先市场，挑战自我，掌握行情。市场的常胜军亚洲投顾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，坚强的研究团队，准确的多空操作，稳健的获利绩效，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。亚洲投顾带您迈向不同高度，开启非凡人生。您财富的管理专家，亚洲投顾，亚洲投顾，珍惜所托，真情照顾。咨询电话02-2578-3777，2578-3777。马黛叶分解茶，解油腻，畅无比。爱之味马黛叶分解茶新上市。您
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。欢迎回到节目现场。我想每一天行情都一样，一定有以下我所说的这两种人。哪两种人？因为没有方法，没有工具，每天都有人从开盘，来各位开盘，一路的看盘，看到什么时候？看到收盘，然后中间呢，什么动作都不敢做，观望五个小时，浪费生命的人。那其实这种人，他们很渴望赚钱，可是因为没有方法，没有工具，所以怕一出手就赔钱，而且赔大钱。所以只好呢，经常在观望，一观望就五个小时。这第一种人，各位，你是不是属于这一种人？这第一种，第二种人，甲第一种人都要颠倒病。我一开盘开始，什么点位拢要做，空也要做，倒也要做，遐弄来弄去，一天弄十几次。那结果用这个方法，各位你自己很清楚啊，到底能不能赚到钱最清楚。因为用这种方法的人，我太了解他们的做法，赢的时候。赢个五点十点，然后搓一笔的时候，可能会因为呢凹单的关系，赔个二三十点。你这样子的做单方式，赔一次你就要对三次来弥补。你要到什么时候你才能真正的做对赚到钱？我说做期货啊，各位怎么样叫有效率？你除了方法要对之外，你还要一个好的辅助工具啊。你用对方法，用对工具，你根本不需要每天在那边冲来冲去，搞得自己遍体鳞伤啊。我们今天怎么做？来。首先，在今天早上一开盘，我们给会员的当冲压力，它叫9039，对不对？支撑它叫8968。我说有这样call讯，你有什么理由不会赢？看看我们的动作，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。我说一个真正专业的操盘手，五分钟内就要看懂牌，而且呢，必须要明确的出手操作。今天8:48我们就出手第一笔，8999多单进场。那多单进场，我说你有这一通call讯，你怎么会没有办法？赢呢，来各位，8999多单进场，我说不管市价定价全部成交。那这个压力你七早八早你就知道，这边做多冲上去，你当然是在这边出掉，八分钟的时间80点，这个不叫做有效率。那什么叫有效率？各位，这个就是有效率的操作啊，这个就是有效率的操作啊。各位，八分钟的时间啊，8:54穿价成交嘛，对不对？你来到9:02，这个大家都会算吧，八分钟的时间80点呢，两口单80点呢。这个就叫有效率。那接着我们系统用户，各位9039空单进场，我说你的软体能不能做到这件事情？在8:46他就叫你预挂9039空单进场。那空单，这个空单的点位在哪里？在这里，导播拉，请照到这个空间的画面，你家就第二家熊关店，你也能替他们做一个。所以这个就是方法跟工具嘛。各位，一个半小时后你发现了，早上做多来到压力出掉80点，压力放空来到8958出掉跌162点。我说后面的行情还有什么必要做？你一个半小时如果能够用对方法，用对工具，已经240点，你后面还要做个什么鬼东西呀？各位没必要吧。那我也知道你很羡慕我们今天这样一个成果嘛，一个半小时时间240点，我知道你很羡慕嘛。那不用羡慕嘛，我来告诉你嘛，庆祝双十国庆，这个双重活动，我真的希望呢，能够做到一件事情，大家欢喜就好，大家欢喜就好。我让你们来挑选，挑选什么来？各位，有些人半信半疑，我知道，可是我要让你一试就灵。短天期当冲班，我要让你一试就灵。试过不就知道了吗？你在那边疑神疑鬼，你自己在那边做还是赔钱？为什么不给我们彼此一个共创双赢的机会？而且我说了啊，就是短天期啊，有些人想试看看的，没关系啊，我让你一试就灵。这个时间到11月15号，它有结案日，10月13号的下午2点就结案。这个短天期会在10月13号下午2点结案。来，那你说那个时间太短，我不要，没关系，一路到年底，就从现在开始起算，一路到年底，目的什么？就是要发，我们大家目的都一样。操作棋子啊，每一个人的目标啊都一样，就是为了赚钱。既然为了要赚钱，来，我就创造这活动，要发活动。你扎起钢力了，给起钢，让你呢划算又满意，而且更重要的哦，我说了哦，这两个活动，要发活动，短天期当冲班一试就领的活动，我通通呢，只要还有库存，我说了，只要还有库存，
我会再多给你两样东西。哪两样东西？我们来看一下。第一个，你在过去棋子输很多的，你想学技术的，这个是我的技术班的一个教学光碟，是那种技术班，收费的那种技术班，很贵的，我把它录制成光碟，有没有？录成四片，这有细品，总共有四片，这个要给你的，这个要给你的，只要还有库存，你来索取我都会给你。来，各位，再来这一本选择权，选择权，很多人对选择权想了解还不了解的，各位，这个也要送给你，也要给你，各位。所以我说了，双十节有连续三天的时间，你可以好好考虑，到底呢要跟谁来操作，各位，跟对人跟跟错人啊，还是拼差别啊，还请假是拼差别啊，好好的利用这三天，好好的想清楚你的下一步工作。我们下周一见，谢各位。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顺风起不怕哭到水冷鸡鸡，感谢天公倒保庇，给我们的鱼仔肥软大皮，做出来乌鱼子香滚滚金丝丝，乌鱼子要好吃，搁值钱，拢靠技术甲生意。啊，若精神甲气力，我拢我靠休困的时阵一杯啊爆裂达，明仔载气力。乌鱼达比，超越大盘，领先市场，挑战自我，掌握行情。市场的常胜军，亚洲投顾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，坚强的研究团队，准确的多空操作，稳健的获利绩效，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。亚洲投顾带您迈向不同高度，开启非凡人生。您财富的管理专家，亚洲投顾，亚洲投顾，珍惜所托，真情照顾。咨询电话02-2578-3777，2578-3777。倒着喷也 OK 哦，我喷都芭比啊！牛本我草本驱蚊系列，齐王团队齐货操作，给您三大承诺：一、每日一定出手；二、市价进出一定成交；三、停损停利严守纪律。我们拥有一套快狠准操盘系统，帮助投资人快速累积财富。快，多空立判机不可失；狠，顺势加码推升获益；准，停利停损确保不失。战胜期货，选就选最好的齐王团队，请拨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。感谢害虫，下面登隔热并没蚊，新鳄鱼一体电蚊香，适用各种电蚊香器，新鳄鱼一体电蚊香，鳄鱼保护您。超越大盘，领先市场，挑战自我，掌握行情。市场的常胜军，亚洲投顾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，坚强的研究团队，准确的多空操作，稳健的获利绩效，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。亚洲投顾带您迈向不同高度，开启非凡人生。您财富的管理专家，亚洲投顾，亚洲投顾，珍惜所托，真情照顾。咨询电话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。欢迎收看一分钟焦点新闻，带你掌握国际重点消息。